Lord, we open up our hearts to you. We let down our walls. Sing my soul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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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ing my soul.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呢，是在那个琉璃工坊外面的阳台上哦，所以第一眼就哇，这个美女是打哪来的？怎么那么漂亮啊？我非常庆幸的是呢，那天因为我自己是接待哦，所以呢非常有理由的跟她做很多的互动哦。那不然呢，坦白说，这以一个非常内向又不敢把妹的我啊、哦，其实被淘汰了。Mr. and Mrs. Kai Lin.我觉得乔杉是一个很坚强，还有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女孩子。我觉得她是有一个目标，她就会很勇敢的前进的一个孩子。她现在要嫁到台湾了，我们都觉得还没有想到啊，她真的要来台湾了，然后她就会要离开我们了。所以呢，我就要拜托所有台湾的朋友要好好的照顾她。然后诗凯啊，还有诗凯的家人就要好好照顾她，因为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女孩子，然后她就是很爱我们每一个朋友。无来无名太深，我也希望大家在她结婚以后都一直 like 她给她支持，谢谢大家。我愿意以林世凯你成为我的丈夫，谢谢你在我生命中出现，感谢你让我成为更好自己。无论环境顺意，富裕贫穷，从此以后甘苦与共，我将爱护你，顺服你，如同顺服上帝，尊敬你，并成为你生命中最棒的助力，支持你，协助你，直到永永远远，爱你哟。You're the spotlight shined in my darkness, but my darkness could not be redeemed. 我跟凯凯长得很不像哦，因为我的父母是非常非常公平的。我常常在说，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，他长个子，我长脑子。他长外在，我生内涵哦。对，好，不过讲坦白话，就是虽然他那么的笨，然后那么的令人困扰，靠，我觉得有点想哭。可是在很多事情上面，如果当我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第一个都是想到他，因为我知道他当他自己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的时候，他是全世界最能够仰赖的人。
哦，所以这样好的，请给他一段掌声。其实他给我5000块，要我这样讲啊，对啊。所以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终于有这个结为夫妻啊，那我希望呢，我能够成为你最强壮的肩膀啊，那我希望我能够从今天开始的一直不断的保护着你，为你努力啊，为我们的家庭努力，那以及为我们的未来一起努力。那老婆，我爱你。